靶向治疗是在内细胞分子水平上，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的治疗方式。该位点可以是肿瘤细胞内部的一个蛋白分子，也可以是一个基因片段。我们通常所说的乳腺癌靶向治疗，就是指抗 HER2 治疗。HER2 基因是一种导致乳腺癌预后不良的基因。对于 HER2 扩增的乳腺癌患者来说，他们的预后较没有扩增的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是要差很多的。因此，对于这一部分乳腺癌患者，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加用抗 HER2 的靶向治疗。所谓靶向治疗，就是指药物能够与肿瘤细胞表面的 HER2 蛋白特异性的结合，准确而定向的攻击肿瘤细胞。它相对于传统的化疗、放疗等方式来说，具有精确的特点，能够分清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，能够高效地杀伤肿瘤细胞，而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。目前乳腺癌国内上市的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主要有血吐柱单抗、帕吐柱单抗、拉帕替尼等。